这是跨过东海送来的珍珠，于千仞水底映月成台。你们瞧它多美呀、啊、这已经是他拿起针线的第49个年头了。他的蝴蝶可能让梦变得不那么像梦了。好想做一只蝴蝶，就这样朝生暮死，没有那么无聊，也没有那么轻松。这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花，从未绽放过，也从未衰败过，从未畏惧时间，又畏惧着除了时间之外的一切。蝴蝶可以飞向太阳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同源一体，他们去不了的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好像又起雾了，竹林那边风在响吗？是谁在说话呢？我好像又看见他了。比坚韧更锋利的是飘远离去的竹叶，又或是决定退还的书信。天好像要亮了，好像没有太多时间。就像一切也都会回来。